相声表演艺术家，戏曲表演不是这个影视表演艺术家，而且呢还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。我们的这个侯耀文先生77，哎呀呀呀呀呀，侯耀华先生77岁的这个寿诞之日啊，这个呢是第一喜啊，这个都是刚才闹的。我这个向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侯耀华老师啊表示歉意。但是呢侯家了不得，首先我们认识的是这个侯宝林先生啊，这个侯宝林先生是大师。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侯耀华